一位女优宣布她要退役，对，一哭二闹三上优雅，你们真的很低俗哎！现在我去还遇到我爸、我叔叔了，哎，你们都在哦，他们都在，已经也不避讳，就是去看成人展。你确定你爸、你叔叔想要被你讲出这段？他们可能没有那么想。男生的成人展，从韩国来，我最近也是很火。哎呦，是一个秀吗？对，这个是成人展吗？周一到周三晚上10点，三立都会在30频道，那个女生。